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这个礼拜的关心事政策回来，我是蔡小军。最近我就看到联合国发出了红色警戒，我们的地球正在融化，全球的温度升高真的是很令人忧心。不过我们基隆市政府呢很有远见，他提出了迈向国家净零碳排的愿景来呼吁，就推出了这一个电动机车的补助方案，最近也非常的火红，很多民众都在询问。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就为您邀请到灵魂人物，我们环保局局长来到我们节目现场。局长好。小军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基隆市环境保护局局长马仲豪，很高兴有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分享环保局的相关业务以及我们永续发展的理念。欢迎局长，看局长今天带了非常多的资讯来跟大家分享。不过在这之前，我们先来带大家来看看迎接全球净零碳排的趋势，电动车成为新兴载具的首选。从3月29号开始，环保局就受理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的全新方案补助。基隆市环保局长马仲豪特别说明，针对议会对公益电动机车方案的建议，市府从善如流，希望做好基隆净零碳排，并回应民意，把市民的福祉放在第一优先。这次条件放宽的专案，堪称全台力道最大、最优惠的补助方案，减轻年轻人的负担更有感。我们非常谢谢这次基隆市议会不分党派的议员对于公益青年电动机车计划的关心。那我们也在3月29号会有一个全新的方案出炉，也非常谢谢议会在这一次议会期间，针对我们的月资费还有相关的门槛，都许多的民众也都透过议员表达，希望能够尽可能的放宽。所以在3月29号之后，我们会有这个具体的放宽的相关的计划。首先呢，我们目前的6个资费方案，我们会全面调降。同时呢，我们还特别提出了2种资费方案，是直接降到0元。换句话说，民众除了车体本身就已经免费之外，他如果选择这个0元的月资费方案，未来他的月资费也都不用再付钱。同时呢，为了鼓励汰旧换新，我们也希望民众这个能够汰换他家里的老旧燃油机车，如果他愿意提供的话，环保局会额外再补助10000块的这一个补助金。那同时呢，这一次我们也放宽了相关的申请年龄，这次议会也很多都提到了这个部分。我们的申请年龄在基隆市的市民会从20岁到45岁都是可以申请的年纪范围，所以呢，也请大家符合相关资格的申请人能够在3月29号以后尽快来申请加入我们基隆市电动机车的行列。这次也邀请到出生于基隆八斗子、粉丝超过55万人的新生代 KOL 许悦担任活动代言人。他觉得这次的放宽条件相当有感。对，我个人是觉得呢，真是非常的幸运，基隆的孩子们非常的幸运，因为在其他的县市都没有这样子的优惠，所以呢，我觉得基隆的孩子们一定要赶快去申请。就是因为很多人都会骑机车上学啊，或者是到各个县市去旅行之类的。那基隆市推出了这个方案，真的非常适合年轻学子们。基隆市环保局长马仲豪也特别强调，很多年轻人反映没有旧车可以汰换，因此这次也放宽了这个部分。我们在过去的计划，我们有一个条件是大家要提供一辆这个老旧的燃油机车，在3月29号之后，无论您家里有没有燃油机车，您都可以来申请电动机车相关的补助方案。但是如果您家里面有一辆燃油机车是可以汰旧换新的，那环保局会额外再补助10000块的汰旧奖励金。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公益电动机车真的是很夯，因为大家都在说，最近登记过的民众就会来说，哎，他们有打电话来问我什么颜色。那我们要请教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其实这一个最初的这个主要目标跟理念有哪些呢？我想基隆市政府推出这个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的计划，我们主要可以分成3个部分来谈。当然我想首先目前的政府也都很推动，也都把2050年的这个净零碳排当成是一个国家政策的目标嘛。那我想基隆市政府也响应中央的这样子的政策的规划的路径，所以我们特别针对电动机车的部分来做这个比较大幅度的补助。那当然谢国梁市长当初有这样子的政策规划的时候，也考量到因为我们的年轻人在出社会
或者是刚就业的这段时间哦，其实经济的负担相对是大的，所以如果在基隆市政府的财政各方面可以负担的情况之下，由市政府来提供我们的年轻人有一个电动机车，而且是一个安全符合各项安全规定的电动机车的话，我想对于尤其是比较相对于年轻的市民朋友，绝对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好处。那当然在当初的这个规划当中哦，包含到目前我们都一直在强调一个公益的概念，因为我们的这个年龄段哦，是相对年轻的年龄段，所以我们也在思考，如果今天一个年轻人他拿到了一辆电动机车的时候，那他可不可以在行有余力的状况之下，他可以去多关心身边的人。谢国梁市长一直提到基隆市要打造一个亚洲最有爱的城市，电动机车其实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跟有爱城市结合的一个政策。我们也希望透过电动机车的发放，让我们的年轻朋友，我们鼓励大家能够去从事公益，多关心身边的人，不论是弱势或者是小朋友，我觉得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达成一个善的循环，我认为这是我们推出公益青年电动机车我们最主要的几个理由，是就是要达到善的循环，让更多的人可以加入这样的行列，所以结合了这个公益电动机车，而且可以净零碳排，符合国家目前要推动的一些环保诉求。那要请教局长，其实这一个政策一推出来是不断的滚动式在修正，所以大概从一开始的原先补助计划，后来又怎么样的演变，可以跟大家分享。要再借由这个机会跟各位做报告，我们的这个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的计划约莫是在去年的十月份十一月左右开始推出。那我想各位也理解，我们一个政策的推出一定是滚动式持续性的调整，同时在政策推出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持续的去跟我们的民众来做互动，包含我们已经申请的民众来跟大家来了解我们今天各项的这样子的电动机车的政策，大家满不满意，喜不喜欢。那我想我们从今年的3月29号开始，我们放宽了相关的条件，那只要您的户籍是在这个110年之前就已经在基隆落户，那同时当然一定要有机车驾照嘛，那同时呢年龄段呢是在20到45岁，只要符合原则上这样子的资格，您就有这个申请资格。那我特别要提到的是，因为我们是环保局嘛，所以太旧换新、太燃换电这件事情，其实环保局也会非常的重视。所以我们在329的新方案当中，我们将太旧换新多了一个奖励金的概念。换句话说，如果您在加入我们的这个申请的专案当中，如果您没有这个家中的燃油老旧机车，其实并不影响，您还是可以来申请。但是如果您在申请的过程当中，您家中本来就有一辆老旧的燃油机车的话，那您在加入这个专案的时候，选择了您的电动机车的车款，同时又可以太旧燃油机车，我们会另外提供10000块的太旧补助金。那刚刚有跟各位提到有公益的部分哦，我们在3月29号之后，我们公益的元素仍然存在。同时呢，我们也会鼓励我们的年轻朋友，大家一起来做公益，加入公益的行列。所以我想在3月29号之后，我们随着我们条件的放宽，我们目前的申请数量也有很显著的提升。对，所以它的费率也不一样嘛，最低是0元起跳。没有错，我们在新的方案当中哦，我们总共有3种车款，6种不同的资费。那其中呢，有2款车，我们最低可以到达每个月0元。换句话说，来申请的民众只要符合刚刚提到的以上的条件，那我们在这个合约期间之内，除了车体本身是不用另外出钱以外，我们的月资费也都是0元，所以对于市民来说应该是一大利多。
是，而且不限厂家，不限品牌，对不对？我们目前的方案哦，因为有透过一个审查的机制，所以在目前的方案当中呢，有光阳跟中华这两家车厂分别总共有三款车、六种不同的资费方案，在现在这个阶段提供民众选择。但是我想到下半年之后，如果有机会各方面的预算能够支持有顺利通过的话，我们会让这样子的方案呢可以变得更多元。是，而且换电站啊，大家都会比较考虑说，哎，换电站啊，然后电池之类的，是不是其实也都已经开始在广设？这个部分呢，其实跟我们配合的这些车厂，其实都有随着我们的车口数的增加，不论是换电或者是充电，都有在随着车口的增加呢而增加它的建置数量。这个部分呢，我相信车厂或者是我们公部门也都会特别关心这个部分，所以也请大家放心。好，那我们要关心的是，这一次的计划修改，其实它换了一轮嘛，那是基于什么样的考量，还有什么样的原因？我们在329把我们相关的条件放宽了，其实最主要的原因其实还是回应民意。我们在去年10月份到3月份这几个月当中哦，当然还有一个过年的期间，我们都持续的跟民众在做沟通，很多民众也会来反映哦，针对我们本来的条件，可能会希望能够逐步的放宽。那再加上我们在最近一次的在议会的这个询答的过程当中，也有这个不分党派的议员，其实都非常关心这个议题，都希望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可以把条件能够放宽，因为我想，不分朝野的共识哦，这个电动机车近零碳排这个路径，我想大家都认同。那如果只是在条件上面，会造成大家的申请会可能会有一些迟疑的话，那我想市政府就从善如流，我们就把相关的条件能够有效的放宽。那事实也证明，目前我们的申请数量已经突破了5000件哦，那也得到很多市民朋友的支持。哇，突破5000件，而且从3月29到现在4月10几号嘛，所以突破了5000件。是的。那什么那时候在议会讨论的时候，其实有很多持不同的声音来进行对这个政策的讨论，然后请教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他们的疑虑在哪里，那环保局又如何回应？我想当时在议会当中有非常多深入的讨论，那我想许多议座或外界都非常的关心当时的方案，无论是在这个太旧条件的限制，或者是在年龄上面，都希望能够有所放宽。以太旧来说，在过去我们最早推出的方案，它其实是有一点强制的性质的，只要来参加电动机车的方案，您都必须要报废一辆电动机车，报废一辆燃油机车。那如果没有燃油机车可以报废的话，那就没有办法参加这样子的电动机车的专案。那年龄的部分的话，我们之前是20到35岁哦，那很多议座也都希望能够有机会的话可以把年龄再放宽一些，所以呢，大家的声音市政府环保局都听到了，所以我们在3月29号，我们针对太旧的部分，我们就不会让它再是一个强制的条件，如果有这个燃油机车可以汰换，我们很欢迎，我们也会提供10000块的太旧奖励金。那如果没有的话，您还是可以来申请，不影响权益。那针对年龄的部分，我们从20到35岁，我们在这一次也放宽到20到45岁。我们希望让更多的基隆市的年轻朋友都可以一起来申请，一起来加入。是，就是保留这个政策的核心，然后进行了细节上的一些调整，让这一个电动机车的补助方案更符合民意，而且让民众很有感。刚刚光是申请6天哦，其实就已经冲破4200件，所以环保局规划要追加预算吗？来支持这一个项目吗？我们在这次的这个议会有5、6月份的这个议会期间，我们确实针对相关的预算，我们有在积极的争取，因为我想好的政策值得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起来支持，所以在这个部分，如果议会相关的预算顺利有通过的话，我们在下半年我们会持续来发放，因为我想市长当初规划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的方案，它其实就是长期性的，它不是一个短期的方案，我们在目前的任期之内，我们都会持续的来发放，也请各位市民朋友放心。
所以就是要让大家可以享受到这一个政策，它最初的良意就是要具体落实净零碳排，让民众在通勤，让我们的空气可以更干净。那其实全国各地有类似的电动车补助措施，那听说已经变成了领头羊哦。那基隆的特色在哪？要请教局长。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的计划哦，确实我们看全省、看全台湾哦，我敢说我们的电动机车的补助的力道绝对是最大也最深入的。那我想这个部分也反映出谢国梁市长对于净零碳排推动的决心。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相关的方案呢，能够有效地降低基隆市的这个燃油机车的数量，能够让电动机车的数量呢能够有效地提升。那这个方案呢，就刚刚有跟各位有做报告，其实我们结合了包含公益的性质，包含这个减轻青年人负担的这样子的条件，同时呢，我们在从去年年底到现在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我们也陆续的接到了很多来自于其他县市，包含环保局或者是相关局处的询问，因为各位对于这样子的方案都非常的好奇。基隆市是全台第一个推出公益青年电动机车计划的县市，那我们在推出之后呢，大家都很来关心，因为过去从来没有人推动过，那基隆算是这个全台湾第一个有这样子的具体落实的政策，所以很多县市，其他县市就是那种电动公车啊，对，其他县市有这个电动运具的补助，但是电动机车的补助其他县市其实也有，但是他们的力道跟他们的额度远低于基隆，所以这个部分呢，市长有决心来推动，那环保局这边呢也会这个全力配合。那也借这个机会跟各位报告，我们目前的现行计划我们会持续，但如果在五六月份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预算能够获得支持顺利通过的话，我们在下半年会有针对车体的补贴，而且这个补贴的费用呢，我们会尽可能的让它提高，让民众有感。那换句话说，我们在下半年的时候，我们目前现行的计划跟针对新购电动机车的车体补助的计划呢，这两个方案我们会并进，我们会两种方案都让民众来选择。所以如果您已经接收到相关基隆市电动机车的相关的资讯的话，我想您不妨可以再多等一段时间，如果没有特别的急迫性的话，我想大概过一两个月哦，这个相关的计划会比较明朗，那到那个时候再做决定其实也不迟，所以在这个部分特别借由这个机会来跟各位做说明。哎，这大家就是非常的好奇哦，如果说3月29号之前，就是去年10月份那时候是 1.0 版的话，那今年的3月29号是 2.0， 那即将要进行的是 3.0， 也就是我们的五六月份，要看议会有没有把预算通过。那如果通过的话，其实这一次补助的不是像我们之前看到329的什么零资源方案，这些是直接的现金补助，对不对？也跟各位做说明哦，我们如果相关的预算有顺利通过的话，我们在下半年就诚如小军主持人所说的，我们这个 2.0 跟所谓新的 3.0 的方案是并进的。换句话说，这两个方案其实各有千秋。哦，以现行的方案来说，没有错，它除了车体本身不用民众负担费用以外，我们在月资费上面其实也不用负担，有两个方案是可以到零元的部分，那另外四个方案呢，就是可能一个月几百块钱的这个额度不等了。那针对车体的部分的话呢，我们会想办法让大家如果有要新购电动机车的需求的话，我们也会让这个补助能够尽可能的增加，降低大家在电动机车购入时候的门槛，也让这个我们有意愿有兴趣这个换购电动机车的民众呢，可以透过市政府的补助能够让大家用更轻松负担的方式拿到全新的电动机车。所以我想这两个方案是并进的，而且也都会是长期发放。
是，而且重点是你的选择就会更多了。那当然就是透过这个已经领到车的民众，其实或者是已经在申请的民众，其实环保局都很关心大家的想法。那我想问局长，就是年轻世代对这一项政策补助的看法是什么？有什么样的吸引力？给你的回馈是什么？我觉得最直接的回馈当然是我们许多的年轻朋友，我们的申请人在加入了电动机车的专案之后，大家最直接的第一个回馈是确实减轻了大家的负担。因为我想各位也明白，如果今天要新购一辆电动机车，那它的这个购入的成本可能比我们一般新购燃油机车的门槛要高一些哦。那对于很多民众来讲，他可能会因为一些价格的差距，所以仍然会选择相对便宜的燃油机车。但我想站在环保局的角度，如果今天市政府有这样子的想法的话，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第一个减轻了民众的负担，让大家可以同等于或者是甚至低于购买燃油机车的时候的成本的话，那我想大家对于换购电动机车的这样子的动机会更增加。那我想刚刚也跟各位有提到过，因为打造亚洲最有爱的城市，它其实不是一个口号，所以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有很多年轻人也都有表达在这个加入我们的公益青年电动机车计划当中，其实公益的元素是很吸引他的，他也希望如果有机会能够来回馈社会，来做一点公益，其实对于我们的青年朋友来讲，其实也是大家很乐于做的一件事情。常常有一句话嘛，叫做卷起衣袖做领袖。我们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哦，让我们的基隆相对年轻的我们基隆的青年朋友加入我们公益青年电动机车的计划，让大家一起来投身公益，一起来做净零碳排。是，对，就是针对这个净零碳排，让我们的空气更干净之外，然后也鼓励年轻朋友其实可以投入我们的公益计划。我想请问一下局长哦，其实公益计划不是强制了，但是如果想要做公益的话，有什么样的各司的管道吗？你们那时候统计吗？针对公益的部分呢，也在这个机会跟各位做说明。公益的性质在我们整个的青年电动机车计划当中是一个核心的元素，那我想我们相关的局处也都会有因应的配套。我们在所有的申请人在加入我们的这个计划当中，我们都会有专人来跟我们的申请人来做联系，那这个部分也请大家放心，我们也是鼓励的性质哦，来让大家一起来投身公益。是，就是大家如果想做公益的话，其实有很多管道，你可以从环保局这边可以来询问，很多的地方都可以来进行。那要请教局长哦，其实对于净零碳排还有环境永续这一件事情，对未来的发展还有城市的影响很巨大，包含了哪些面向？我想谢国梁市长有决心来推动净零碳排，我想就从大家身边最常接触的机车、摩托车这件事情开始哦，所以我想从这个部分来推动的话，对于整体的基隆市的净零碳排来说，我想应该是最可以能够直接的改善的。那我想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哦？对于电动机车来说，我想第一个肯定对环境会更友善。那还有一些元素可能大家不会想到哦，比方说如果我们还是燃油机车的话，它其实还是会有空气污染的问题嘛。那我们的电动机车相对来讲的碳排量跟一般的燃油机车相比就低得多。同时还有一个元素是噪音，因为我想各位也都理解基隆市的地形哦，这个山路哦坡度都比较多，所以我们的一般的燃油机车在上坡的时候，它自然产生的噪音就会比较大。但是我想电动机车就可以克服这样子的问题，所以无论是空气污染或者是噪音，只要我们换了电动机车之后，我想过去燃油机车的一些缺点在电动机车上都可以得到有效的改善。所以我想这个部分一方面回应了中央的政策，一方面呢对于我们基隆的空气品质或者是噪音的改善都会有很显著的帮助。是，就是要迈向国家净零碳排的这一个目标，推出了这个公益电动机车的政策
之外呢，其实市长谢国梁还有一个很重大的城市治理的亮点，就是要干净家园，所以他找了很多企业界一块携手来进行这一项政策推广。干净家园，基隆共好。基隆市政府为了打造干净家园、基隆共好的目标，特地首创携手包括 Seven Eleven、全家便利商店、莱尔富便利超商、OK Mart、全联福利中心、台湾麦当劳以及麦味等等七家企业，在基隆的266家门市店面建立店门前2公尺地面清洁、公厕友善开放、骑楼禁烟宣导以及环境知识分享站等新的四大合作伙伴关系，邀请七大企业主管及副市长邱佩林、市府秘书长方定安等人在市立文化中心举办力拼成为宜居城市的仪式，邀请到了各大重要的餐饮跟零售连锁的企业共同到基隆来，大家响应干净家园，在这一共266家的这个企业的店面跟场域，很感谢他们在周边的2公尺的范围，未来都会协助我们将这个环境打扫干净。大家这个不要看这个周围2公尺。因为这些都是全国最著名的企业，而且在基隆有的最多的门市，所以经过了这些善心企业的参与，未来基隆我相信让我们的环境更整洁更干净一定会有很大的注意。在此非常感谢我们所有企业的积极参与，我们一起努力让基隆变得更好更干净。对，我们这次也是响应，让大家能够加入今天的启动仪式哦，让不论是我们的公厕可以更友善，或者是在我们店家前面的环境，我们都可以达到一个相对更整洁的一个程度。也很谢谢大家，也很谢谢所有的企业这次很热烈的来参与。环保局长马仲豪进一步表示，已经在赶制基隆市干净家园环境友善店家的贴纸海报，4月底之前将张贴在全市这266家门市店面，请各企业主加强店门前2公尺地面清洁及宣导民众烟蒂减量和公厕友善开放等目标，希望可以号召更多本市其他商家一起加入，有效发挥企业正面形象。这就是谢市府真的很厉害，就是携手民间团体一起来进行我们的干净家园哦。那基隆市政府推动这个干净家园，其实历年来都一直不断的在推动，而且办了很多各式各样的活动。我们要请教局长，其实这政策呢，最主要的目标在哪里？是不是已经领先全国了？我想大家应该都知道，谢国梁市长家里三代都在基隆。所以对于基隆的感情非常的深，在过去的竞选阶段，甚至到后来执政的这段时间哦，其实有非常多的里邻长跟民众都有向市长反映，基隆市的垃圾问题实在是非常的严重，尤其是乱丢垃圾的这个部分呢，实在是让大家都很头痛。尤其是李林长哦，在这个无论是环保志工哦，或者是我们清洁队的努力，但是其实市容，尤其是一些可能庙口周边啊，一些人潮比较多的地方，大家还是会看到乱丢垃圾的状况。那加上市长对于基隆市其实非常有感情，那他自己也一直在思考，要用什么样的方式能够让基隆变得更干净、更整洁。所以在谢国梁市长上任之后，其实大概1到2个月之间呢，就提出了干净家园的计划。我想各位在刚刚的影片当中也有看到，我们跟基隆在地的，无论是连锁的大型的超市或者是超商，我们来跟企业界做结合。它最主要的用意是希望能够让企业界一起来加入，让基隆市变得更干净。那它最主要就可以体现在我们在每一个我们店家的门口，这个门口的地方，至少店家可以让它保持整洁、保持干净。其实这会有一种带头的作用，因为如果当旁边的家户很脏的时候，它会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所以我们也非常感谢我们在基隆市，我们这么多300家的企业来响应。
让我们的店家的前面的这块地方可以变得干净，如果有烟蒂的话，我们尽量的都可以把它做清除。那其实它会影响到旁边的店家跟商家跟住户，大家可以一起来响应，让这个地方变得更干净。那这是第一个部分。那再来，干净家园在这个政策推动当中，我们当然是要让基隆变得更干净嘛。那站在环保局的角度，其实我们也针对我们所有环保局的清洁车辆呢，也特别的针对它的外观来做我们相关的优化跟清整，甚至我们环保局内部也都有进行比赛。那我们也鼓励环保局的驾驶在我们的车辆整洁上面，因为其实清洁车是我们所有的市民最常接触到的环保局相关的业务之一。那看到一个干净的清洁车，我想大家在路上其实相对来讲也就可能心情啊或者是观感上也都会比较好。所以在这个部分，环保局到目前我们都持续的在做，我们希望让清洁车，我们在环保局的内部有办比赛，甚至我们还有颁发奖金来激励我们的驾驶同仁，让我们的清洁车可以变得更干净。那如果有一些是没有办法是用清洁就可以改善的，它可能是因为车辆的年限比较老旧，所以它可能有一些破损或者是烤漆有掉落的情况，那我们也会用利用环保局的保养厂来让我们的这个外观呢可以变得更完整。所以我想无论是从清洁车本身或者是从我们街道上的改变，我想市长都针对基隆市的干净做出了非常多的规划。还有一个部分也可以跟各位分享，过去基隆市在这个比较热闹的热区比较有乱丢垃圾的情况，那常常会接收到民众的反应是垃圾找不到地方丢，就是垃圾桶的建置的数量不够。那我去特别了解以后就发现，过去前一段时间疫情期间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垃圾桶因为疫情的关系，所以就主动的就撤掉了。那我们从去年年初开始，我们陆续的把这些垃圾桶再回复到我们的街道上面，那对于我们的乱丢垃圾的状态也有很显著的改善，至少让大家产生的垃圾也有地方可以去。但是也要在这个机会特别呼吁我们的市民朋友我们在街上的这样子的垃圾桶其实它并不是丢家户垃圾的地方，所以呢，如果您有家户垃圾的话呢，也请不要将家户垃圾投入到我们一般街道上的公用垃圾桶，一方面会增加我们同仁的这个清运的负担，一方面呢，对于整体的市容来讲也是一定程度的破坏。那环保局在每一天都有固定的这个垃圾收运的时间，也请大家要排出我们的家户垃圾的时候呢，可以到指定的地点路线进行排出。是不是把家用垃圾丢在一般的垃圾桶，外面公用垃圾桶会被罚？这个部分环保局会有相关的稽查人员，其实如果有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其实我们都会进行破袋稽查，所以也借这个机会要特别呼吁大家这个家户垃圾真的不要乱丢，对，还是不要丢在我们的公用垃圾桶，因为那本来只是服务一般我们的路人还有我们的观光的朋友的一个服务，它并不是特别设计来给大家丢家户垃圾的。是，那个被抓到3600起跳吗？还是更重？这个3600的这个部分是我们在也是近期我们调高了乱丢垃圾的这个罚金。所以换句话说，我们如果大家在基隆市我们现在如果乱丢垃圾的话，我们如果有被查获，我们就会开出3600块以上的罚单。之前其实环保局很用心，他们就是办了很多的活动，像是那个掉垃圾大赛啊，或者是戒烟蒂比赛。现在烟蒂也不可以随便乱丢，因为你一丢下去就是被检举化，就是3600，对不对？是，在这个部分也跟各位做报告，我们的这一个措施其实最主要的用意还是希望我们的市民朋友可以相互监督。因为毕竟环保局的人力有限很多时候还是需要靠我们的市民朋友跟我们所有来基隆市游玩的旅客的公德心。那在现在的乱丢垃圾的这个罚锾提高到3600之后呢，那这个还是罚锾的部分当然它会有检举奖金。那市政府
在提高这个罚锾的时候，其实本来原初的用意就不是要把这个钱放到市政府的市库里面，我们希望能够透过大家彼此互相监督的机制，让基隆市的乱丢垃圾的状态可以有效改善。所以环保局呢，这个部分应该也算是以全台湾来讲数一数二的，我们提出了一个基隆市乱丢垃圾检举平台的 LINE at， 大家只要搜寻、哦、是的，只要搜寻这个关键字呢，都可以找到这个平台。关键字是基隆市乱丢垃圾检举平台。我们透过这个 LINE at 的这个模式呢，我们在上班时间，我们都会有环保局的小编会跟大家做及时的回复。那如果您有发现在基隆市这个室内有乱丢垃圾的状况的话，那也欢迎大家可以把相关的照片或影片上传到这个 LINE at， 那就可以来进行举发。那刚刚跟各位报告有3600块的检举奖金嘛，是，那若扣除掉税以后，我们一单3600，每一个民众可以拿到2160块钱的检举奖金。哇，所以所以拍一下人家乱丢烟蒂，对，就而且你们抓到了，没有错，2100就录在了。对，所以我们透过这样子的方式，也是要告诉我们的市民朋友，其实我们有这样子的政策，还是希望大家互相监督。我们并不是要调高一个罚锾，然后让市库增加，我们都把这样子的奖励金哦，尽可能回馈到我们的民众身上。希望大家可以透过彼此互相监督哦，互相这个相互监督求进步。这样子的方式能够有效的让基隆市的这个市容可以变得更干净。是，哎，真的就是要让基隆市变得更干净。所以市长其实对环保局的一些工作人员，所有的工作人员真的都非常的用心照顾。像最近就推出了不少的奖励措施，有哪些呢？谢国梁市长上任以后，对于干净家园非常的重视。那相对于我们在环保局的清洁队的弟兄哦，那也特别的照顾，所以我们在近期我们已经调升了我们所有清洁队员的清洁奖金，最高可以到每一个月有10000块钱。那这个预算呢，全部都是由市预算来支应的哦，所以也非常谢谢我们议会的议员大家的支持哦。那我想谢国梁市长有这样子的用意呢，能够尽可能的让这个奖金的部分能够提高，其实也是体恤我们的清洁队的同仁在这个平常出勤务的时候，我想大家也都可以理解，其实非常的辛苦哦，不分白天黑夜，不分雨天热天，都为大家来做这个相关垃圾清整的服务。那因为有清洁队的存在，他是我们城市的清道夫，才能让我们基隆市可以变得更干净整洁，那大家在这个生活当中也会感觉到更舒适。所以市长非常重视这一块，特别把清洁奖金调高。那此外呢，过去哦，清洁队其实还有一项非常繁重的业务，我想各位可能在搬家或者是在一般路边会看到，其实很多时候我们会有大型家具的排出，尤其是大家平常在家里面的这个弹簧床垫哦，不论是单人床或双人床，其实它的体积非常大，可是大家可能没有思考过，当环保局您一通电话打给环保局，我们有车子把它载走之后，这些弹簧床去了哪里。那也跟各位报告，这些弹簧床啊，都会集中到我们天外天的这一个这个垃圾的处理厂当中。那过去这么长时间以来呢，一直都是我们清洁队的队员，我们各班呢，我们轮流到我们天外天的这个场域，这个是露天的，很热，那也有可能是下大雨，那基隆也多雨嘛，所以我们的同仁就是在透过人力的方式，把弹簧床垫当中的弹簧金属的部分跟我们的床垫分开哦，大家可以想象一下，这个过程当中其实蛮危险的，而且我们的金属可能经过日晒雨淋之后，通常都会有生锈的状况。那我们的同仁在过去一段时间，其实都会因为在处理废弹簧床垫的时候，可能会有一定程度的职业伤害哦，甚至有可能有破伤风的风险。那
当谢国梁市长知道了这样子的状况之后，就在思考用什么样的方式可以有效改善我们清洁队同仁的这个工作场域，让大家可以更安全更安心的工作的同时又可以兼顾效率。所以我们从上一次的预算的这个编列当中，我们就特别把废弃弹簧床处理的这一部分呢，我们特别来让专业的民间公司我们委外来处理。换句话说，我们在现在的这一刻，其实我们的队员就再也不用用徒手的方式来处理弹簧床垫，我们已经完全委外了。对于清洁队员的同仁来讲，我想也对于大家无论是在职安或者是在时间上或者是在体力上面都有很大程度的改善。那市长，所以职安前一阵子你们也得奖了嘛？因为你们的职安的那个出事率是下降全国第一，是的，对对，没有错。所以在职安的部分，我们也特别重视，所以也希望透过包含像废弹簧床垫处理的委外等等的措施哦，可以让我们的清洁队的同仁在出勤务的时候可以变得更安全。那同时呢，市长也非常关心我们第一线的清洁同仁的相关的福利也好，或者是这个生活中的大小事，其实市长都非常的关心。所以我们从年中开始到下半年，我们市长也会安排跟我们所有的清洁队的同仁来见面，来办座谈会。那市长觉得用这种方式可以最直接的了解我们清洁队同仁的需求，那进一步的呢能够听到大家的声音，同时呢可以做出有效的改善。是，就是要做出有效的改善嘛，所以我们市长真的非常的用心，环保局也花了很大的力气，就是要来阻止马林地区被弃置外来的垃圾问题。其实环保局花了很大的心力在这一块上面，要请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采取了哪些侦测做法。基隆市的马林山区其实长期以来有许多不孝的业者他们会趁着那个地方可能人烟比较稀少，所以呢都会透过小货车然后再送一些这个废弃物就直接的倒到我们的马林山区当中，对于我们在当地的生态跟市容都有非常严重的破坏。那环保局在这一块其实长期以来我们一直都很关心，也都很积极的在处理。那也特别感谢基隆市警察局在我们针对这些非法的不孝业者的这个管理的过程当中跟举发的过程当中与环保局一起配合来把这些不孝的业者能够依法送办。那站在环保局的角度我们如何有效的遏制这样子乱道的状态发生呢？我想跟各位报告，其实环保局在近期呢也针对我们的科技执法有所加强。换句话说，我们也有足够的预算了，我们也增购了很多新式的移动式的摄影机，那当然它都是隐藏式的了，能够这个在我们的这些偏远的山区呢能够持续的透过科技执法的方式能够明确的这个指出我们相关的这些违规的车辆。那同时我也不得不说，环保局的稽查队的同仁也都是身经百战，所以针对这些乱道的热区呢，我们的同仁也都会埋伏，很多时候是深夜埋伏那当然这些热点当然不能跟大家公布了那当然我们会换对，它是移动式的但是也都会透过这样子的方式可以直接的抓到相关的乱道的行为人。所以这个我们马林山区这附近被弃置乱道废弃物的情况在过去这大半年来已经有显著的改善，那环保局会持续注意这个部分，让这样子的非法的问题呢能够降得更低。是，那其实山区乱道垃圾这件事，其实大家有时候去山里面玩，好天气去走一走，就会发现，他的子母车外面堆的到处都是垃圾，其实就是要有效来遏制，这样才能够还我们的山林一个干净的空间。那也可以看到环保局真的非常的用心那另外要跟大家分享的一下，其实可以提出一些生活小习惯的改变，就可以省下3600元的罚款，是不是要请局长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什么小习惯大家可以来改善一下？我想今天基隆市的这个乱丢垃圾的罚款呢从3600元起跳。那我们很多在生活上的小习惯，其实在可
可能我们小学、中学的时候，其实学校一直都有强调，也特别有教。但是我们发现呢，很多时候大家可能长大了以后，很多当时的这样子的规范慢慢就淡忘了。那也有很多时候是外县市的民众来到基隆之后，他可能这个夜市逛完，他手上的饮料杯或者是这些纸袋哦，就是随意乱丢。所以我想我也在这里特别呼吁哦，无论是乱丢垃圾也好，或者是随地吐痰，甚至吐槟榔汁哦等等，甚至哪怕是在有很多这个爱鸟人士哦，或者是喜欢小动物的市民朋友，常常喜欢喂食小动物，他可能一把米就撒在地上，让鸽子、让鸟来吃哦。其实这样种种是种种的行为样态，其实都是污染地面，都是属于废青法这个可以约束的范围之内。所以我想大家这个市容的整洁需要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起来守护哦。那也在这边呼吁哦，以上的种种样态呢，其实都是会被罚款3600的，所以这个也很伤大家的荷包了哦。所以也请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大家一起来关心，一起来维护基隆市的整体市容。是，真的就是要靠大家一起来维护。像是你在遛狗的时候千万不要留下粪便，然后还有刚才局长说的，就是不要随意喂小动物，你的食物一丢到地上也就是会被开罚。没错，我不晓得这样会被开罚，以后要丢的时候要小心一点。然后另外呢，你不要觉得以为你烟蒂丢到水沟什么什么就没事，其实你就是污染到水源也会被开罚，对不对？没错，其实乱丢烟蒂也是乱丢垃圾的一种样态，而且尤其是烟蒂的这个滤嘴哦，它属于是比较不容易分解的材质，所以它其实如果各位有在抽烟的市民朋友，您的一根烟蒂哦丢到水沟当中，可能眼不见为净，可是它长期下来就会造成水沟的堵塞，而且它是一个没有办法被分解的材料。换句话说，如果当时间久了，那万一有遇到好大雨或台风的时候，我们可能由于会因为过去长期以来乱丢烟蒂，造成了水沟不通，那可能就会造成淹水，造成附近的居民有更大的财务损失。所以一个小小的动作能够改善，或诚如刚刚主持人所说的，包含这个顺手清狗便这样子的行为，其实对于整体的市容来讲都有很显著的帮助。只要大家有这个环保的心，每一个市民有这样子的认知，大家一起来努力，我想基隆市的市容一定会改善得更快速。是，就是要让基隆市的容干干净净，所以呢广告物也不可以乱贴，对不对？广告物张贴也很讲究的。对，广告物的张贴哦，其实都有相关的这个申请办法，但如果是随意张贴的话，它一样会受到我们相关法令的约束，也会有相关的罚款，所以也请各位市民朋友特别注意哦，这个市容整洁需要大家一起来维护，请大家一起多帮忙。是，就是要让大家一起拥有这个干净的环境，所以环保局在各方面都进行了很严密的一些监察，所以要请大家千万不要乱丢垃圾，一定要保持环境的整洁。而保持环境整洁，其实我们的垃圾呢，要带大家来看看，环保局很用心，把我们的垃圾掩埋场变身成一个打卡的美景，打卡网卡网景景点。从空白的角度看，一颗颗高耸的落雨松由红慢慢凋落，仿佛秋意上心头，在蓝天绿草衬托下，让人觉得心旷神怡。落雨松的这个景里面啊，就是仿佛置身山林，然后就是与世隔绝的感觉。对，那在这边很放松的心情。对，这条长达200公尺的落雨松大道，就在基隆天外天富裕公园。十多年前，前身是垃圾掩埋场，竟然摇身一变成了基隆的新亮点。环保局10年前种植大约400棵的落雨松植株，成功富裕250棵，成就今天宛如仙境的秋冬美景。在这个时间点都会上来这边走走逛逛，所以都会发现这里的风景很漂亮。在秋冬这个时间点，然后如果寒流来啊，它其实随着季节变化就会变红变美这样子。民众穿梭在一棵棵叶片和羽毛大的树木，日光从红黄相间的针叶细缝穿过，只可惜接连挤破了寒流，今年的落雨松观赏期特别的短，只剩下不到一个月时间。环保公园哦，是之前在2011年接派的，那先前有跟前环保署，就现在的环境部来争取经费，那我们来做整个场域的一个整理。那当时有植栽了400株的这个落雨松，
那经过十几年的一个成长，大概目前还有剩下大概250株。那前阵子因为这个冷气团哦，已经有做一些落羽松已经开始落叶了，那也整个落叶都变成红色的，然后非常漂亮。那下一波的冷气团大概也将即将到来哦。民众有给我们一些回馈了，也希望说这边的一个空间能够再做一些其他的一个设施或者是景观的一个调整。那我们今年会做一些安全性的评估啊，会做一个整场的一个调查。那希望未来我们能够再争取相关的经费来做整场的一个规划。哎，真的，你很难想象那一整大片地，其实下面都是垃圾，跟我们的潮境公园一样，下面都是垃圾。那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市府是很用心在维护。我们要请教局长，打造这一片环保公园的用心。我想各位可以从刚刚的画面中看到，我们天外天的富裕公园真的富裕得非常成功。我们有200-300株的这个落羽松哦，就坐落在我们天外天的富裕公园当中。那天外天富裕公园其实它过去呢就是垃圾的掩埋场，那经过了这么多年来的努力哦，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它已经，如果是第一次来到天外天富裕公园的民众应该很难想象它过去曾经是一个垃圾掩埋场。那天外天富裕公园它其实本身是不用收任何门票的费用的，所以我们也很欢迎哦，因为天外天的富裕公园就在我们的这个信义区，也很欢迎也邀请我们所有的市民朋友，有机会的话可以来我们天外天富裕公园走一走。除了刚刚谈到的落羽松之外，其实我们也有规划的非常完善的步道跟很大片很面积很大的草原，都是这个市民朋友这个无论是踏青或者是游玩的一个很不错的场所。那我想天外天富裕公园的旁边就是基隆市的焚化厂，那我想针对灰渣相关的问题哦，基隆市政府也一直都很关心，也持续在做改善。过去的灰渣哦是掩埋在我们的七堵区域哦，那我们也在这一两年我们会加紧努力哦，我们想办法让我们的这个相关的飞灰水洗的设备能够到位，能够有效的让我们这个产生出来焚化垃圾产生出来的灰渣呢，能够透过一些科技的手段能够大幅的降低它的污染，然后同时呢它的这个吨数呢也会有效的下降。所以在过去呢很多时候都是用以掩埋为主的方式，但是谢国梁市长上任以后希望能够导入最新的科技，能够导入更环保的方法，让基隆市的这个垃圾处理也好灰渣处理也好可以有更妥善更妥适的安排。是，哎，真的就可以看到，因为灰渣其实之前我们大家都闹得沸沸扬扬的，哎，到底是怎么回事，就没想到其实是一些政策上就是签约上的合约上的问题。是，因为这一题哦还蛮复杂的哦，真的很复杂。是，长话短说，我们在过去这个灰渣的处理跟我们的民间业者是用促餐案的方式来合作，那这个合约呢在去年的7月16号已经到期了，而且可能有一些这个财政或者是法制相关的问题导致我们没有办法续约。那基隆市呢目前呢的灰渣处理呢我们是委由合格的民间业者来处理，但是呢我们在未来很短的时间之内我们会尽快的让我们相关的这个新的科技的手段包含飞灰水洗厂能够有效的建制，能够大幅的降低我们的飞灰量，进一步呢降低我们的这个预算数。那这个部分也特别借这个机会跟各位市民朋友做报告。是，就是要让我们的家园干干净净，所以我们这个环保的概念议题也都是向下扎根。其实在教育的部分，环保局也跟很多的学校来进行合作，要请教局长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案。没有错，其实环境保护的相关议题说到底跟教育是息息相关的，我们也希望能够透过环境教育来让我们的下一代，让我们更年轻一辈能够体认到环境保护的重要性。所以环保局长期以来针对环境教育的部分我们也持续在做，我们透过讲座或者是透过跟这个学校结合的方式哦，来让我们相关环境保护的议题呢能够让大家更重视。但我想最重要的其实还是我们的市民朋友在家中从日常习惯从日常生活做起，无论是家长或者是小朋友，只要对于环境保护
有用心把公共场域当成自己家中一样的来照顾的话，我想整体的基隆市的市容在大家的努力之下一定会变得更好。是，就是展望未来，我们不只是基隆市民，而是居住在这一片土地上的人民，我们要一起珍惜资源，共同维护亚洲最干净城市这个美好的愿景，大家一起努力。今天非常谢谢我们的局长跟大家谈了这么多有关干净家园还有我们的电动机车的补助方案，期待 3.0 版，如果想要申请的民众可以等一等， 2.0 跟 3.0 其实都会同时并进，你可以选择最适合你的方案。谢谢局长，也谢谢电视机前面的观众朋友，我们下次见喽，拜拜。